你借竹英，愿意娶戚海莲吗？我当然愿意。秦昊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 好喝吗？嗯，好喝。秦昊，我们成亲吧。 这样，我们就有理由去天启觐见陛下，他会给我们下赐嫁妆和聘礼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就能坚持到明年秋收了。这个，你的顾虑我都知道，但你也说了，朝河洛换粮只是一时之计，到了明年春天，我们也未必有什么可以拿去和他们交换。 秦昊，陛下赐婚这件事你的族人都知道，平日里你也看见了，现在叶北人民和越州军相处的日渐和睦，他们应该不会反对的。况且，你这也是为了他们。我不愿意为了他们成亲。舅舅早就代表族老们劝过我，让我与你成亲。 让叶北人和越州军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如若是为了族人，我早就……那……我可以为了族人，连性命都不要。但我不想与你成亲，是因为这个。你告诉我，你借竹英愿意娶戚海莲吗？哪怕他随时…… 都可能为了自己的族人舍弃一切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我原本觉得你不会拒绝，我也不想你拒绝。